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又再度来到板桥的阿平大肠面线，这是这一摊正面的样子，很久没有来了。好，就在这个菜市场里面，好，那 menu 就在这个摊车上面。好，老板娘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嗨，嘿，好，那我今天就要那个小的大肠面线这边吃，哎，再加一份大肠。好像有新的东西是炸春卷啊！炸，等一下我炸给你。哦，好好好 ，OK， 嘿。好，那老板娘这个大肠面线很好吃哦，嘿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当然是一定要再加一份肥滋滋的大肠。好 ，OK， 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好，老板娘讲说这个早上的话，大肠面线，哎，跟着那个炸春卷比较忙，所以有可能要等一下。好，老板娘相当和气啊。好，那这个是普汤状态下的大肠面线啊，我有加一份这个大肠，记得啊。好，这个经典再现啊，肥滋滋的大肠面线啊。就让我们再度领略这个好吃的大肠，哎，感觉应该是大肠头，大肠头，嗯，大肠头，嗯，哦，这么 Q 弹的感觉当然是超级棒啊，超级超级棒，嗯。我的妈，我的咪，我的天，我的云啊，哦，熟在好吃又润滑，哦，太赞了啊，怎么会那么好吃啊，哦，嗯，哦，那大肠哦，在嘴巴中那 Q 弹的感觉哦，跟那油脂在嘴巴中爆开的感觉，真是超级超级棒，真的很美味啊！不要辣，不要。嗯。好，搭配上这个面线啊，还有这个蒜泥啊，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啊！好，这真的非常美味哦，这个面线就是搭配了这个大肠头，这样吃起来真的好过瘾啊，而且它这个油而不腻啊，在口中这个短又短又像果冻般的口感真的很棒，嗯，好吃啊，哦，好吃到升天了，赞了。刚好老板娘在煮汤头，可以看到这个真材实料啊，柴鱼片。来，这个小哥哥。所以这个相当美味啊。真的真的很美味哦，充满了感情的一抖啊，哦，
这个春卷也是现炸的，赞！好赞哦，赞赞赞赞赞！嗯，好好吃又实在哦，真的很棒，经典再现呢。好，很好吃啊！哦，好吃，好吃，真好吃啊！好，各位朋友一定要来尝尝看哦，这个大肠头跟面线非常美味的组合，很好吃啊！好，真的很棒啊！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好，而且很 Q 弹，真的很赞啊，好吃。好，现在这个春卷已经炸好了，哦，谢谢，赞啊，谢谢。哦，还有这个普通的这个春卷啊，哎，啊，但这个 N 嫂要吃的，所以我是炸的啊。好，那就是看这个炸春卷啊。啊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啊。好，那感谢老板娘特地为我炸了啊！她说这个早上比较忙，所以可能比较没有时间炸啊，要晚一点就有时间炸。嗯，很好吃，很酥脆啊，现点现炸这一定美味啊。嗯，啊，料很实在，吃的出来里面应该是有一点。啊，虽然是不要说啊，因为它这个是都是一点点一点点啊，但是蛮好吃的。应该是有一些蔬菜跟这个绞肉吧，哦，好，口味不错。啊，酥酥脆脆，酥酥脆脆啊，然后炸一条20块啊。好，我觉得很赞啊！啊，这样老板娘这个这么亲切，所以我决定就样样都是满分啊，好吃。嗯，尤其是那个大肠头面线哦，真的好吃到不行啊，真的是神点。哦，赞！嗯，我接下来尝尝看。好，这个春卷也很棒啊，不过就给恩嫂吃啊，哈哈。好，这个春卷也是很美味的啊。好，这个春卷的话一定需要这个蘸酱啊，这个蘸酱蘸上去，这个春卷整个它这个灵魂的味道才会出来，应该是这个蒜头辣椒了哦。对，哎，还有鱼露吗？有啊。哦，嘿嘿嘿。好 ，OK。那我等一下都够不够卖？好，那这个就是阿平大肠面线，真的是非常美味，老板娘也很客气哦，非常推荐给各位朋友来试试看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那菜市场就稍微逛一下啊，很久没有来逛了。那吃饱了，还可以顺便这个逛一下菜市场，买你想要买的食材啊。算是都蛮平时的价钱。
个直美式寿司卷啊，不过它还没有开啊。我说 N 嫂喜欢吃小黄瓜。好，我的鱼啊。好，远远的那边还有一个茶鸭啊。好，那温室番茄一盒是120。这样价钱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。啊，还有鲑鱼啊。这一摊是卖素食啊，好，可以看一下，叫做逸鲜素食。刚刚前面那一摊那个卖蔬菜，真的人超多的。香蕉很漂亮。哎呀，换个衣服呀，换个衣服，忘记带下来了。哎呦，钱有带吗？来，布拉伊88块，布拉伊100块。看起来蛮正的。大布拉伊啦。哎，第三排。来，小哥买。好，老板娘的小朋友来帮忙哦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嗨，你好。哎，好，刚好在做这个春卷的，顺便拍一下，对吗？哎，好，那拍做一个就好了啊。赞啊！好，那小朋友也很乖巧哦。好，好，老板娘，拜拜。嘿，拜拜，嘿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就继续供下去啊。这算是冷冻食品。还有一个早餐店啊，哦，土鸡蛋1斤70，然后红心蛋62。哦，N 嫂她想要吃的是这个土鸡蛋呢。啊，所以事实上，等一下我要再买鸡蛋回家。素食饭团。文昌鸡，这边这一家这个海鲜也很新鲜。好，这一家叫做这个朝阳市场，仅此一家绝无分店。
6333，300。好，这家的鱼看起来真的很新鲜了。这个这应该是那旗鱼。旗鱼哦，哇，这个鱼肉看起来很漂亮。我们的销售都是我们的东西都很新鲜，当天卖完的。当天卖完。一天卖到晚上，这样子。好，老板也很和气啊，谢谢。谢谢哦。好。好，这海鲜看起来都相当的新鲜啊。尤其是刚刚那个旗鱼哦，看起来非常的棒。好，这个是新鲜的栗子啊，还有莲藕。这一定好吃，这个啊，好现包的水饺啊，还有玉米韭菜跟高丽菜，好，他们叫做闽明手工水饺啊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哦，这爆米花好香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。不过我觉得这个鲑鱼都看起来比较天然的颜色了。有的颜色偏红，可能是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应该没有那么红吧，哦，有的鲑鱼又很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这个好吃哦，客家菜脯，看起来很香哎，蜜汁小鱼干。好，那这个是桑葚，桑葚最近也看到蛮多的。来，苹果桑葚。人参果。好，新鲜的虾，是活的。哎，活的。哎，活的。好，看起来很赞。这是活的。哎，好。啊，有董子，董子就快点过去了。哦，刚有一摊董子，董子太大声了啊！这家玉米看起来不错。还有这个很传统的蹦逼汤啊，这个在炸的时候就会有很大一声砰啊。豆腐啊，吃豆腐我最会了啊！我又是董子董子。啊，不晓得这个我拍菜市场的影片，各位朋友会不会喜欢看啊？希望会啊！差不多就回头了。阿中油饭，好，那这个很多菜市场都有的广城卤味，这老板真厉害，几乎每个菜市场都有。好，刚有董事，董事很大声的就闪过去啊。
啊，那是乌骨鸡啊，乌骨鸡事实上对这个身体还蛮好的。哦，董子，董子很大声，就走快一点了。哦，这好香啊！臭豆腐鸭血，哦，香喷喷，香喷喷的哦。修棍棍，修棍棍哦，这个香味真让人受不了啊！好，我们照一下在这里啊，价钱好，豆腐260，鸭血小份50，哎，谢谢。哎，然后这边有写台南新营豆菜面，好像写有机桑葚呢，哦，可以参考一下，因为董子董子很大声，所以就要快点过去了。这边是卖一些面包小点心，还有炸物，基隆鸡卷。这家标示的蛮清楚的，相当不错啊。澎湖小卷哦，看起来很新鲜啊。好，可以参考一下啊，新鲜澎湖小卷，现炒味道还蛮香的。菜市场人越来越多了啊！照下菜单价钱，好，那这另外一摊小吃摊呢？宜兰瓜，好，自己看好了，可能念不标准。然后这就是卖这个菇类啊，苹果看起来很漂亮啊。梨山恐龙蛋，哦，这一摊的鱼肉看起来也非常的新鲜啊，尤其是虱目鱼肚。胡林糕。这个食材都标示的非常清楚的价钱呢。好 ，OK， 那就逛的差不多了啊。果粒果汁啊，这还有一个老店，再差不多就应该要找我的车停在哪里。
OK。好，这个呆呆鸡肉啊，也几乎每个菜市场都有。好，那我们就 Andy 就回到大平大肠面线那边好了。好，那这个阿平大肠面线好吃又美味，老板娘热情哦。那这个他小朋友也很漂亮啊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然后逛菜市场逛得开心，买到你想买的食材啊。周末愉快，拜拜。